请金弓。好、啊。为了庆祝神明寿诞，庙前广场上信徒们邀请了布袋戏剧团前来演出。虽然顶着大太阳，还是有许多民众停下脚步观赏。不过这布袋戏舞台似乎比起一般野台戏还要大上许多，这又是为什么呢？金阁呢，以前叫做金阁掌中剧团，所以我从阿公传到阮爸，我算第三代，我是第三代。然后我们阿公他在 NCN。以前像李天禄那个戏偶比较小的三十公分，到我爸那个年代比较大，差不多五十八公分、六十公分。但是我爸在之前就有在我们俗称奶台戏，在民国五六年代那个时候，我那边让这奶台戏演出。所以在我们第三代就是，我陈光宝就是再继续把布袋戏再加大，变成电视布袋戏。所以我是第三代。所以阮阿公、阮爸甲我，阮三代阿公拢无共。啊，所以我是因为阮第三代话，就是我爸第二代嘛。他以前就是奶奶姓的恩啊。我想说，想不想能青春依然胜于蓝？所以把咱报的一个恩，到这国家剧院或是我们高雄的大东啊、志德堂售票演出这样子。所以我们已经民国创立是民国五十九年到现在了，已经四十几年的历史了。传统到我爸第二代也算是传统，但是他只是戏偶加大，但是他演出的器材几乎都是一样，但是没有什么爱开琴啊啥。到我们第二代要跳到第三代那个过程，就是爱经费，就是伊都爱做传播物件吼。以前的阿公是目睭袂当，我们俗称膝盖吸取，所以到我们第三代已经要把它演变成瓦干瓦去，那个偶头制作费、衣服的制作费。跟布景、灯光、音响的制作费，就比以前一代、二代还要花钱，所以要就是这个演变过程比较辛苦，就是要怎么把钱筹出来，也就是演变就是比较辛苦这样子。因为我们有第三代，我是第三代演出的方式，是我们分工合作，有主演口白，有导演，有编剧，有配乐。有灯光师，有插偶师，有音效师，甚至还有视觉的，就是动画的，还有甚至呢，我们音响器材都是自己买的话，都有音响的部分的人员。所以我们金阁就是总共演出庙会了哈，庙会的，我先庙会版的一天演出就要15个到18个，然后到进入剧场演出的话，我们还外调一些 crew 啊，一些比较专业的舞间，可能会到40个。所以我们有要分工合作，所以我们金阁就是，从什么口白啦、插画师啊、配乐呀、什么音效师，我们都有各自的领域这样子。像我们校友演出的方式是尽量给年轻人一个表现，我们传承嘛，然后一代接一代，一代接一代，可能我这一代我们接给里面的师傅这样子，所以我以想要传承，一般都是像卡拉，我们俗称录音没办法的，为什么要做现场那么累，就是要传承。因为下午的演出方式就可以带动他以后的未来的一些技巧、口白进步，甚至给配乐师一个磨合，给其他操老师磨合。所以我们尽量是以外台演出、大型演出的话，都是尽量以现场口白来讲，这样才有一个传承的意义。金鹰阁电视木偶剧团不但将电视布袋戏规格完整复制到户外演出，更坚持现场配音，站在舞台前的就是口白主演，除了展现硬底子的真功夫之外，还能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因缘际会下来认识了陈团长，然后因为我也是来帮忙，就是来这个剧团帮忙，然后就是因为当初就是会讲口白这个部分，因为我本身家里也是剧团，对，所以我就是跟陈团长，我们就是互相有在帮忙。然后是因为宝哥他就是很欣赏我的口白，就觉得这个小孩子可以教，然后他就给个舞台，所以每一场的重要场还是下午场，他就会给年轻人一个展现的机会去磨练临场反应。小时候就看爸爸在那边，好像很帅。
然后就会自己在家里这样学。然后说我姐他们都会说，哦，我弟是不是有病啊，自己在家那边一直念不知道念什么。对，然后就慢慢的就开始担任了这个口白的部分。那就以金英阁的反派角色的主角就是张定龙君的口白这样子，他就很声音很比较高亢，可是刚因为下午有演出，所以有点沙哑，就说龙罗虎霸天，令我十八千，虽然不见我，西中万中天啊！啊哈啊啊啊！本座斩定龙君，了别。今天我将甲开你是不是三星摆位第三，今神今夜敬面人啊！人伫咧讲哦，救人主人性格，三的救人主人性格，所以就是常常去，像我们平常就是没演戏，在家也就是自己在边练学口白，然后就会去偶尔会去看人家演出，然后去抓捏那个口白的技巧。布的伊这部分就是分五大角色嘛，生旦净末丑。然后如果要分再明一点，就是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龙套上下手，通通都要有。虽然说他说出千千百百的声音，所以我们都会去看这个角色，他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声音，然后我们就会去帮他搭配什么样的声音。像比较狂一点的角色的话，我们讲话就会比较快，就是很狂，就是像疯子一样。如果比较沉稳的那种，让人家说比较干巧规格黑，然后我们就会把速度放慢下来。对，对我来说辛苦是，其实这也是我的兴趣。然后说辛苦怎么谈上辛苦，因为对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再怎么累，我们都觉得哎，我们乐在其中。然后快乐的地方就是跟每个团员大家在一起，我们一起打拼，然后演把整出完好的戏、美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然后你就看很台下很多观众，这就是我们的乐趣。对，其实他们的，我们现在常在讲，每一位观众的掌声，还有他们的肯定，就是我们维持传统文化的一个动力。布袋戏虽然在同一天演出，但是白天与夜晚的剧码以及演出规格可是大不相同。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性呢？因为一般庙会的话不像剧场嘛，一般庙会就是要分下午场、晚上的，但是重头戏在晚上演出，比较人家免费。哦，那我们俗称恰住了，出钱的，以为看 AM 那个观众群。好，哦，就是那有些人请伊啊，我在撸老力，好，哦，啊，那观众撸侪，他越有面子。所以我们弄分下晡戏啊，甲暗戏，但是下晡戏啊，种熟人就是讲啊，金鸡巴戏，不是古册戏。啊，晚上都熟人金光戏，为什么要熟人金光戏？金光抢抢棍，好，哦，爆破啦，音效啦，动画，就是比较跟下午场有一个区别，有一个分别。这个下晡演嘞，佮无同，好，哦，啊，晚上 AM 演嘞，就是我们本团的那比较拿手的好戏又不一样，所以下午场跟晚上都不一样。但是最主要庙会版的演出一定要板先，我们说像板先，板先就是一个续曲的一个开鼓的意思。那么板先在我们刚这里，所以有一些哦庙会他很注重，清楚很注重板先晚才可以演出这样子。所以我们有分为三段，第一段板先，第二段下午场鼓车戏的演出，第三场就是晚上的金光戏，重头戏就是金光戏。像配乐师跟操老师的哈，跟主演口白，就是我们像好像临床经验，一定要以庙会的方式，好 A 波戏，赶快去磨合，去练习。你那 A 波的 N 的学生就是磨了两包哎，啊，最辛苦就是主演口白，还要听从配乐师的一些音乐，好像一些比较悲伤的、比较快乐的。还要看蔡老师的合作，啊，一样互动啦。P.S. 也要等主演的口白，啊，主演口白也要看蔡老师，蔡老师也要看，也听着口白的动作才能这动作，所以它是很多的联系关系，甚至灯光一样，灯光音效都是一样，是连串型的演出方式。所以在要演出的话，都希望说下午场让他们
配合的话就比较好，就是主演口白跟操老师跟 PS 跟音效师灯光师效果是最好的，像是一个练习的方式这样子。晚上的金光戏为什么比较特别？第一，现场口白已经主演拿着麦克风，因为我们学生电视部某剧团嘛，主演他站在外面，操老师在里面，但是他特效加很多，为什么很多呢？加上 3D 动画，加上一些我们学生道具，老鹰啊、狮子啊、龙啊，一些我们俗称变 gimbal， 好在灯光。那我们以灯光的时候，就是以剧场，因为我们有演很多年的剧场的那个经验，我们把剧场的一些像我们电脑灯啊、一些效果灯拿出来在外面演出用。所以我们跟其他剧场不一样，我们把剧场的灯光移到外台演出，所以外台戏的金光戏就很丰富嘛。我除了 3D 动画啊，一些道具。灯光还有音效，在音效什么？在操老师的配合的话，我们也会像我们这个小舞台，就是操老师要会直接跑出来武打给现场观众拍。为什么？一些以前我们看布袋戏啊，有些戏迷还是比较对布袋戏不了解，会后台有没有桃红那个黑很爆棚那块？我们现在不用，我们现在直接把布袋戏拿到外面演出，武打给观众拍啊，原来布袋戏这样打的，这样的。演出方式，甚至以前可能用口白在里面讲啊，出院到底是录音的还是现场的，所以我们晚上坚持主演一定站在外面讲，让观众朋友说啊，原来是现场的哦，不是你后边在讲口白在录，或者是录音的呢，所以我们以现场的口白配合里面的操老师、音效师、灯光师、动画师，演出一个现场的即时性的演出，所以比较不一样。尤其我们金阁这最拿手就是 3D 动画跟电视偶的配合度，所以也要默契。像里面的操老师、配乐师，都看我主演，就是我比一个动作，就是好像打棒球一样，一个暗号，我比什么他们都知道了，这也是形成一个默契这样子。不管是配乐、口白还是操偶特效，互相搭配的功夫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就算是默契十足的团队，这里头还是需要一位策划带领整场演出的灵魂人物——舞台总监。而这又多又杂的注意事项，又该如何掌控？我在金阁已经大概快20年了，对，那我从大学念书的时候就跟着金阁在演出，就来金阁学习，然后演出一直学各式各样的。表演的东西或是灯光音响，然后进到剧场之后一路，然后到目前现在的舞间状态这样子，整个变化过程就是从比较传统的部分，因为我进来的时候已经是在金阁已经在做一些转变，那就从比较金光系的部分，然后进到了电视木偶的部分，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力推的剧场的一个部分。对，所以其实转变算蛮大的，但是我们还是都一直保持着一些传统的一些精神在里面这样子。舞间的部分其实就是所有部分都要照顾到，就是包括演出的演员状态啦，然后偶的状态，然后甚至是灯光音响或是效果执行，都要协助团长去做一个全面的控制这样子。对，那跟其他团队比较不一样的话，就是以一个布袋戏剧团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区块算是控，就是我们其实舞间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控制好，那不会说大家临场突然就乱掉，即便说我们后台跟前台的配合上有一些出入的时候，要很及时的把它修正回来，让它再变成在一起的一个演出这样子。那这是舞间在我们剧团里面要做的一个动作。这样，配乐其实是我近4-5年，然后团长也是要我去学习。那当然一开始也没有像这么顺。那其实我的个性就是，我先把东西整理好，先把我想得到的一个音乐，或是我们开会讨论出来的东西先整理好。然后要演出之前，我会再跟我们的口白，或者是主演，或者是操偶师去做一些，比如说画面的调整。那这边我需要给他什么样的氛围的音乐，
或是什么样的一个灯光设计的部分，然后他可以做出让戏哦可以感动观众，带着观众一起进入剧情的一个区块这样子。即便是与一般野台布袋戏做出区别，却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经济与传承。当面临困境时，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大家愿意无怨无悔的付出？最大困难度，我们先讲最大困难度，就是有一些剧团的经营，剧团的收入，然后就申请一些公部门的演出的案子。这是一个辅助，但是我们剧团的困难度就是经费。像是我们一些，因为我们要培养下一代，培养一个传承嘛。有时候一场庙会，可能做团长的、做老板的，可能一场两天演出了哈，可能没有赚到什么钱。主要目的是因为我们剧团的人员多嘛，不可说啊，你今天休息，换明天他轮流的，我们不行，全部都要出来，所有的员工都要出来。它是一个配合一个默契，配合一个他的练习，因为我们不是哦，像我们在有排练场每天在练习不行，我们以演出的时间要让团员现场，我刚才讲的临床经验，让他们现场的去练习这样子，就是比较才会进步。所以剧团的困难就是经费问题，然后我们经费问题就是假设我们剧团除了庙会的这些来源，经济来源都是庙会。也会演出的经济来源嘛，然后就是申请公部门一些费用，才能抵消我们剧团一整年的支出、开销支出。因为我们这边有两三位是生宰业，每个月领薪水，所以这样，像对剧团又经费的支出就比较收入支出有一些困难度。但是快乐呢，不管是我们庙会演出，看到台下满满的观众就是我们的快乐的时阵，恩去剧场演，卖那个门票300、500、700、900、1000的不管，看到台剧场里面掌声，就是我们的快乐的时候。因为掌声都是让我们不只是做团定员来对工作呢蛮兴奋的，因为我们恩去剧场演的时候，就是假设阿阿出来还是一个小模出来，甚至主演出来性格里就产生了。那个就是我们的想要的快乐，观众的掌声就是我们的动员，就是我们的快乐的基本的一个因缘，就是这样子。吃这多饭的吼，厝内人吼就是爱得艰苦。像我们布袋戏有一个庙会，就是大力嘛，大力全家都要出动，可能会分两个大型、三个小型，因为咱布袋真难赚大力。大日是我生命线，较大日子，我们俗称大日，所以全部都要出来。但是他们也，我们家人也很辛苦，像我女儿、我太太啊、我姑姑啊，什么都很辛苦。我哥哥啊，他们都要东奔西跑，就是对他们需要亏欠说啊，无多，那家里无赚这场，就少了一个收入，所以他们蛮辛苦的。包含我们的工作人员一样，团员一样，像我们这遇到台风、遇到下雨，没办法，还是要出来把这个东西演完，没办法。像我们找一些台风啊，或是下雨天上淹水啊，我讲也是要来做。为什么？像我们搭台，下雨怎么办？也是要穿着雨衣要搭，就是我们俗称讲翁牙不牙，就是戏曲这个东西都是比较辛苦，就是不只是我家人啊，我团员都蛮辛苦的。起腰手，哇！讲好学嘛，无好学。讲伊艰苦，伊哪做艰苦？因为你每天都要到处跑，啊，有时候又刮风下雨的，然后有些年轻人就没办法去接受这样子没夜没日的这样一直工作，对啊。然后学也是很嘛，做艰苦的。现在讲实在的，学布袋戏的年轻人都比以前还好，因为较早咧学戏就是主演咧讲话，你红啊无叮当，伊是一只红啊，咱咧木偶客的对他卡讲话，要不然就是脚就踹了把你踢下去戏台下，然后你还要不能骂也不能怎样，你就还要爬上来。较早咧学戏安尼，
然后因为现在都是爱的教育嘛，都用讲的，所以现在的年轻人要学这个部分，就像团长讲的，要有兴趣的，有兴趣的东西你在学，学才会来，你也才会睡得着。就算像你今没兴趣，你要叫我一直睡在这，不可能。对啊，只要不要待多久，待个半个小时你就想走了。台湾的布袋戏，金光戏它才是真正属于我们台湾的文化。因为有的人都说，哦，像传统哦，但你讲的红门昂啊，就是经典彩龙那个，它是从大陆传过来。然后金光戏是咱台湾人家己发明的，所以这才是咱在地本土的文化。金光戏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然后它一直没落下去的，就蛮感触的，就是说，这么好的文化艺术，为什么就这样一直断层，一直断层，没有人肯来？而且现在说实在，作品也很少人看，因为庙口文化就是，你看那小朋友就是本身，然后大家的孩子，爸爸带妈妈，小朋友来，疼啊叫叫的，要开啊，大家都没了，大家都是来叫疼啊而已，便没有人要去欣赏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们就跟团长一样，我们就同心合力的，赶快把这块文化慢慢的把它再发扬光大，这样子。跟伙伴来讲的话，我会觉得大家就是一起努力，不管今天每一场演出，当然都会有一些不如意，或是不是预期中那么好的一个状况，但是是希望大家不管怎么样，就是记住每一次的一个 miss 的地方或是好的地方，然后下一场演出的时候修正，或者是把好的地方继续往上 push 上去，这样子。那至于对于团长的部分的话，我希望团长继续坚持下去，虽然很辛苦，因为没有在这个领域的人会觉得说啊，你们就是这样子出去手动一动嘴巴动一动就好了，可是真的跟着团长过了之后，你就会发现真的很辛苦，但是也希望团长继续坚持下去，然后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往更高的阶层继续走。虽然说金光布袋戏可能因为现在电视化布袋戏的一个产业的发生，那会造成大家对于庙口的部分会觉得说它不够精致，它不够怎么样，可是其实再回头来看的话，金光布袋戏它还是有它迷人的地方。那当然因为金光布袋戏的部分我们可能在演的时候会比较少，但是我们还是把它的精神带进来电视布袋戏在演出啊，所以其实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像跟团长去做校园场次的演出的话，我们也就尽量的都要介绍到把这个金光布袋戏很重要的一个精神的部分啊，真正台湾布袋戏的精神的部分，然后让所有的同学所有的小朋友知道之外，然后我们再融入新的一个部分，再做一个结合，让他们知道说布袋戏不是只有现在看到的电视布袋戏，而是从传统的金光布袋戏一直延伸上来，这样子然后才发展出这么漂亮这么美丽的文化。为什么希望观众来看布袋戏？因为现在已经三 C 时代了，小朋友一直看手机，对户外的一些台湾传统戏曲歌仔戏布袋戏都没有比较冷落了，想说歌仔戏布袋戏，尤其是布袋戏，嘛是做好快啊，不像那一般哦，那录音咩啊啥啥啥，打出户外看一下布袋戏，不是无同一条，所以咱布袋戏就上好是，咱演的时阵那是希望是哦，然后咱那附近的人啦，还是咱粉丝都来看戏，所以咱布袋袂当等，就是要在地方的，即个一挂阿伯阿妈啦，还是带只孙仔啦，还是哦中年人下班无代志。走到户外，卖一直看电视啊，一直看手机啊，这是让布袋戏的好看的地方，就是一样。和你每天来看，就好像就连续剧，你今天来看，明天来看，就是一起接一起。所以就是你去看电视台的连续剧，跟布袋戏连续是同款的。所以是大家希望大家出来户外看布袋戏，把我们金阁比较剧码或是一些演出方式带入到剧场。甚至到入到台北部啊、东部啊，给没有看过布袋戏
大型布袋戏的一些观众朋友看，但是我们主要是想要进攻到剧场，因为我们从2006年到现在每年都是跑，就是邀请者嘛，爱者，就是我们的场次让使用者付费，希望讲让观众就大家讲对咱布袋戏一个传统的记忆，原来布袋嘛，当你去剧场看，剧场演，这是我们未来经营个展望。